6、7年前看过一次，然后疫情3年就停了嘛，就没有再来了。对，就今年特地来，也带小朋友过来看一下。就他们对于很多传统东西就会有传承嘛，毕竟其实很多东西他们有很多传统意义里面，包括了一些抢包山也好啊，包括今天一些飘色的表演啊，一些小朋友都参与在里面了，很多2岁、3岁、4岁的小朋友都参与在里面，他们都很亲身体验嘛，就他们会把这个传统文化都一直传承下去，我觉得这个是做得很好的地方。